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年1月30日。今天看到港媒报道，说是国家体育总局啊，现在下了个令，要整治武术的乱象。只要是职能部门在这个专业领域里啊，这个要搞这么一个这个行动啊，我相信一定又是要搞一场这个像运动一样的。一阵风刮过来了啊，这阵风很猛啊，就是什么呢？这个美其名曰是什么呢？是整顿武术领域里边的频频出现的自称武术大师、武术名义越架的情况。这是30号啊，国家体育总局，国家体育总局也是衙门啊，里边什么部门都有啊。原先在大连的时候，那个市里那些体委啊，我经常去啊，各个部门我都打过交道，因为我曾经做了两三年那个就是这个算是文化体育这个报道，所以和那些这个什么足球队啊，什么其他那些杂七杂八的啊，乒乓球队啊，什么还有一些这个举重的啊、散打的都打过交道，教练员也好还是运动员也好啊，打过交道，那知道他们那个大概的情况吧。体育这个领域严重的衙门化了，那也是和这个中国其他的啊，这个工业部、农业部、什么水利部啊、什么司法局这个局那个局都一样，也都是什么呢？门难进，脸难看，事难办。只要你求他人，求他那部门，那都牛得很呐、啊。你比如说，他这个体委有竞技部哈、啊，还有足球办。最牛的那时候大连是足球办，因为足球在全国名声叫得响啊，权力职权也是无限的，孩子们纷纷想到这个足球队里边来，这个参加培训啊，将来出人头地，最好能成为一个著名的国家体育运动员，足球明星啊，那自然而然那个人家足球办的领导，国家体委的领导，那绝对是这个在大连是大领导啊。那国家体委我曾经也去过，因为那时候我经常给这个中国体育报写稿，也和他们打过交道。同样的上行下效，一连串下来，这个这些职能部门都是有级别的，所以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武术协会，这都是官方的机构，协会它也是半官方机构，也都是党领导下的。我估计这可能之所以要下这么一个通知啊，题目叫清理整治武术乱象，规范赛事活动管理办法，明确提出10类需重点清理整治的武术乱象，那就可能这个事儿捅到哪个大领导是桌子上了啊，某领导人可能批示啊，级别肯定不低。这个低的级别不能这么大的动作啊，要做整治啊，不要小看这个管理办法，那就等于是这个法规一样，这个明确提出10类嘛，列出10大这个，其实就10大这个罪状了，这里包括什么随意自创门派、私下约架及自封大师等等啊，详细的讲呢，就是什么呢？自创门派，武术界不都有各种派系嘛，派系林立啊，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大师啊，知名度很高啊，旁边都有一批这个追随自己的学生啊，那搞的这也是分等级制啊，这个也是相当排外的。中国很大啊，31个省市自治区，历史上你看历朝历代，原本这个武术领域里面就是有一些派系，这个传承由来已久啊。这个师徒之间这个关系啊，那都是非常很铁的，所以说各个派系之间这个互相这个瞧不起啊，这个事儿也是很普遍的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金庸写那些小说里边不都有些描述吗？如果你看那个24史啊，每一个史书里边都有那么章节，都能介绍这方面的一些情况。他这里指的什么呢？指这么几项，这个恶意诋毁、恶意攻击、
相互诋毁、歧视他人、自封大师、掌门、正宗等称号，叫欺世盗名啊，招摇撞骗，误导群众，还以什么呢？拜师收徒、贺寿庆典、评比表彰等为名，收费敛财呀、啊，就商品化呗。因为他这个都是这个要花钱才能有服务的啊。这如果能当一个大师的话，那肯定下边都有一批学生的捧着，学生供着老师啊。那不仅仅是请客送礼的问题，每个月都要交纳费用。那么能来学习这些武术，找到那些大师学习的孩子们，大部分家长都是条件比较好的，即使条件一般化，但是父母省吃俭用啊，也要望子成龙，希望孩子能够学一门这个手艺啊。所以说肯定是不惜这个重金的、啊、整个社会就形成这样一个风气啊。这里还有什么呢？就利用虚假广告、虚假宣传、恶意炒作等手段、啊、不当的言论，通过武术赛事和活动从事赌博、诈骗等违法的行为、啊、均被纳入重点整治的领域啊。你看挺好的，好像是上面要这个干净一下啊，把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清理清理，办的变得是这个纯洁啊，变得这个有正气啊，变得这个师徒之间的关系要这个非常单纯啊，这个不那么铜臭啊。但其实我认为这里的这个伸缩性太强了，随意性太强了，你怎么去界定它是互相攻击诋毁呢？批评和诋毁怎么去界定？谁去界定？在什么媒体上界定啊？等等啊，还有什么自封大师、掌门、正宗？那这个是怎么去这个衡量啊？那是不是也要像那个业务职称一样的评比，上报这个体委来批准？如果你上报体委批准的话，要给领导要请客送礼，对吧？要拉关系，也同样的风气也存在不正的问题，更有腐败的空间。那么他互相自己自封，怎么叫这个自封？这个怎么去界定啊？这些事儿我认为太富有弹性了。客观标准在哪里啊？而且还有这个贺寿庆典，这都属于私人之间的事儿。师徒之间看师傅就生日了、过节了，迎来送往这些东西，这个怎么去管理啊？干涉啊？还有评比表彰啊，谁评比谁表彰，那是不是就是国家体委，比如说各级体委、省体委、市体委、区体委就是正宗的，如果你私下搞这个评比表彰小范围的就不行等等啊，这里很麻烦的。所以我认为在现有这个政治体制啊，官本位的社会里，一党执政现在变成一人独裁的社会当中，你怎么去这个界定，怎么去这个具体实施？你简单讲，比如说有一个人，他这个在省里省长、书记什么亲戚，你想他如果从事这个，你有办法吗？也没有办法吧，对不对？人打个电话、批个条子，甚至人家不用讲话，一听这是省委书记的省长的小舅子、大舅哥，三亲六故，你即使越格也没事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尤其是什么呢？尤其这个就是叫约架呀，叫怎么叫非法约架？是不是经过这个派出所审批同意的嘛就可以约架？或者是这个他这个私下互相叫号，这个搞一场比赛？你比如说是上徐晓东吧，就约哪一个这个江湖上的名人，我跟你约个架，那哪个部门去审批可以约，不可以约？另外，达到什么程度是合法的、不合法的，这个事儿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，我认为。那么，为了这个体现领导的，就是满足领导的这个需要啊，就是让领导看到这个下级服从，那只有搞运动啊，来一阵风啊，就彻底的严肃清理，那很可能就是搞得非常的这个极端的、啊，甚至有些体委的官员可能认为可以。这个以权谋私，借这个机会狠狠地整一些他看不顺眼的啊，或者和他关系不好的一些
民间涌现出来的一些武术界的高手。你就拿这个就徐晓东来讲，就是个典型的，那很多人看不上他，但是我认为他是真本事。其实像他那种这个非常有能力的啊，已经被这个比赛的实践证明是的确是大师的，是不是应该国家体委给他授予一个叫称号啊，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称号，然后给他一个级别。但是国家体委可能给的吗？不可能，他经常发表一些过格的言论，中共肯定不能包容啊，就说不定还是借这场运动啊找他的麻烦，这都有这种可能性啊。你看这里边很多规定啊，讲是一旦发现非法约架、恶意炒作、不规范比赛等违法违规情况，中国武术协会及时报告，致使依法依规运用多种监管方式，对拒不整改的个人和组织，将联合多部门执法查处啊。你这是部门本身那些衙门们，也都是这么说吧，就是看人下菜碟儿，对不对？可能看某些人有背景，后台硬的，领导的三亲六故，动都不敢动，过格他也不敢管理。对那些没有后门的，是这个没有后台的，对不对？他可能就是千方百计的刁难呐、出难题、找毛病啊，甚至从中这个吃拿卡要等等啊。所以怎么去管理呢？就感到这个事情，搞不好就是一场新的运动啊！你看他说，侵犯者将被约谈告诫、通报批评、取消行业相关资格、列入行业黑名单等，但犯罪两种或以上、一年内发生两次或以上等违规行为，将予以从重处罚。怎么处罚？有可能给吊销什么执照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这个让这个派出所这个公安呢约谈这个训诫，甚至抓捕啊、拘留等等，都很难讲，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的。那但是在这里举这个例子，这篇文章，这是东网一篇文章，他举的例子还是实事求是的。他说什么呢？此前常以太极宗师自居，浑元形意太极掌门人马保国曾多次与业余搏击者约战，被击倒，其出位言行受各界关注。他去年遭内地官媒发文批评，指责其哗众取宠，直言闹剧该立刻收场了。新浪微博随后公告，指马保国因名不符实、符实的行为受社会舆论关注，出现恶意炒作的趋势，因此决定解散与他相关的粉丝群。这就是批评是对的，但是这又过分了。你让他这个粉丝群还是应该存在的，他有这个自由，随便讨论，有些人愿意追随他就追随他吧，对不对？但实践当中的确是他那个在那个拳击场上、搏击场上就表现不佳，那是很多人都看到，有那视频节目为证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事情我认为不应当强行的去要求，但是也可以对他这种就是说有名无实的行为也可以进行一些批评，只要这些批评不是用狠就是尖锐的这个不文明的语言，我认为都应当保证啊。但是中国你想哪有什么言论自由啊，完全是领导的长官意思决定啊。所以我认为这一次他这个国家体育总局下发这么一个通知，这么一个文件，很快就会在这个专业这个领域里刮起一场这个新的文革的自风啊，就扫荡一批人啊。等这个风过了以后，可能一切又恢复如旧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大家可以观察看下一步整治武术乱象是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尾。那么今天的海外奇谈节目就到此结束，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，谢谢再见。